轩辕庙有四个字牌匾，叫人文始祖。其实真正华夏的人文始祖要追溯的话，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伏羲开始。我们看到的这座伏羲庙呢，它是明朝的时候所修建，后来经过明清应该说保留到今天呢，应该是里面这些建筑，外面的基本上都是重建的。伏羲呢，它是我们中国历史华夏的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王。我们知道在整个华夏的文化是以天水为中心画一个圈就是河套的文化。那么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部落就会有很多部落首领。那这些部落首领呢，他们有的是并存的有的呢是纵向传承的。那么伏羲在传说当中他是跟女娲是兄妹同婚兄妹结婚。然后呢他创造了八卦。那是中国人最早对自然界的一种洞察。那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发明，就是网。那很多人会认为网的发明就是用来捕鱼的，其实不是的。网的发明，中国人可以开始捕活的东西，因为捕活的东西就可以养，然后就可以繁殖这就开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有了养殖业，有了畜牧业，一切这种持续发展就从这样开始。那么传说伏羲还是奠定了文字的基础，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是属于结绳记事的当然到后来皇帝他更进一步让昌吉造字，对吧？但是这个基础从传说的角度来讲，它是伏羲奠定的。还有我们说女娲的贡献，其中有一项是创造了婚姻制度。那这样的一个贡献跟伏羲，如果说它是存在的话，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存在的话，那跟伏羲肯定也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它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层关系。一画开天传说就是这个伏羲是得到过一匹马就是能够飞上天的马，还有一只乌龟的启发，创造了八卦，他把他们身上一些符号全部记录了下来所以叫一画开天。后来伏羲把这样的一种马，就能够飞的马，就称为龙马这是伏羲给他定的一个定义。身上有鳞的，因为龙是有鳞嘛，然后这个有翅膀的会飞的一匹马，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它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伏羲来定的，一种呢是皇帝来定的，但我相信这两种说法它都会有一些事实的存在，就是当时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每一个部落它自己的图腾呢都不一样，因为人类早期不仅仅是中国人，人类的早期的图腾基本上是动物的膜拜，然后呢为了团结或者凝聚各个部落，所以呢作为伏羲，如果说是当时部落有号召力的一个部落，或者到后来皇帝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需要团结各个部落，那么就让各个部落的一种图腾把它凝聚在一起，就创造了中国所特有的这个龙的形象。到孔庙用叉手礼那到伏羲的时候刚才我只能用抱拳礼因为伏羲创造了八卦，这个八卦它是中国人最早的时期对于宇宙万物的一种洞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洞察，一种思考，一种探索，而且造就了后来整个中国人的整体的思想、哲学和信仰它是百家之源很多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符号，
阴阳八卦会觉得他是哪一家的啊，诸子百家认为是道家的啊，其实不是，因为道家是产生于先秦的周朝啊，这样的一个公元前6世纪，但是伏羲创八卦要比这个早得多，而且这个八卦到最后是各家的一种思想的源头，其实是大道之源，它不单属于某一个学派。应该读现吧，不能读见啊，显现的意思。这个易其实周老师的语文课上面都讲过，这个易最早的时候它是假借同蜥蜴的易，指的是变色龙啊，在这里指的是变化，在这里指的是大道之变，宇宙万物它的变化，去探究它其中的规律，去探索它其中的奥妙，这就是易，这是易之道。大化首推西黄气，万象同归一化开，一化开天，这就是伏羲。
这个窟啊，包括它的像，更多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建筑来看。像这个三尊就比较典型，它属于石胎啊，石胎，然后泥塑啊，这当中还有木头啊，这个木头这当中这个东西它其实啊是用来做骨架的作用，然后在这当中还有很多这制作的过程当中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头发丝啊、草堆啊，作为一种这个塑像的纤维啊，里面会放蛋清之类的东西啊，是增加它的一种硬度啊、粘合度。像这三尊它是属于隋朝的，整个麦积它的这个塑像是从开窟造像，应该是从后秦开始啊，后秦就是东晋十六国啊，东晋十六国开始一直到这个南北朝啊，然后隋唐明清主要是做一些修缮的一个工作。隋唐的造像在人物的表情上面啊，它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隋唐造像它的一个特征除了身材上面的一个比例啊，它在美学的角度上面有很大的突破之外，大家可以注意它的人物的表情其实都好像在反映一个场景，或者说诉说一个故事。那麦积的石窟其实都是泥塑啊，以泥塑为主，像这个都是石胎泥塑，这石胎做完泥往上啊敷上去。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泥塑它不经过烧制啊，不经过烧制，它都是自然阴干的。包括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个大的那个这个造像，它都是自然阴干的。整个麦积山高142米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大家看到这些坑啊，这凿的洞在80米左右。那想一想，在1000多年前的这个年代当中啊，能够把这个脚手架搭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工程。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工程啊，我觉得除了信仰没有别的东西。这小县城啊，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匾额博物馆，而且我看了介绍，是这个县城的民间自发的在筹集资金啊，征集去保护啊，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秦安县的一个山坡上啊，也是偶然发现有这样一个庙啊，里面有一个题词叫“西里洼乡”，啊，就是伏羲的故里啊，女娲的故乡。赵氏觉得这里意境非常的优雅，所以爬上来看一看，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啊。规格地位高与低还真的跟这个庙或者说庙堂的大小有关啊，这个要看它的屋顶。我看
就像我前面说的，看着都是硬山顶啊，硬山顶就是像这种边上不会凸出来的啊，就这样的。像这个是歇山式的顶，歇山式的顶要比硬山顶要高两个档次啊，这是昌吉祠，供奉昌吉的，但它比较小啊，但是它的地位很高。还有六分钟跑到了，我们这次红霞山水库呢，周老师来了好多次都没能够去成。本来我们的河西的行程当中是没有安排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听说它很不错。所以这次特地到红霞山水库去看一看，如果我找一找我的感觉啊，是不是呢？把它变成我们暑假活动当中的一个目的。整个甘肃的年降水量是非常低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暑假的时候肯定阳光灿烂啊，然后蓝天碧波又很宁静。而且这些信仰影响了中国2000年啊。明长城啊，明长城残垣断壁了。那丹霞呢，这两个字，丹就是红颜色嘛啊，它其实就是红颜色的土层啊，这样的一个地貌啊，叫丹霞地貌。霞就是云朵的意思啊，当然形容它很飘逸很美。但是在张掖的丹霞，它是有各种颜色啊，所以叫七彩丹霞。丹霞观止。
现在我们在张掖啊，这是张掖的夜晚，非常的热闹，你看是吧？啊，这个木塔里面的一个砖体啊，它的一个实体，是棱角状的，我现在还没有数它是几角，六角还是八角，这样的风格一看就是北朝的。周老师，你介绍一下，这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这里的铲子嘛，各种各样的海鲜，在河西走廊吃海鲜，也蛮奇怪。其实这个一份咱俩肯定吃不了。实在不好意思说。我同时耗了点酒啊，刘老师，刘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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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你，瘦掉了啊，瘦了，还可以。你几点能穿？我十二点半。嗯，走吧。啊，我们这个小王还是很有特点。嗯。我们现在十二点半要赶到敦煌去，那周老师一路奔波。绿皮火车啊，久违的绿皮火车，呵呵。啊，身份证还出来？身份证还出来？把身份证放起来了。要不是上去把线上去再给你好看，那些东西都在口袋这个包里面，我再那个先上去再给你。这里面的那个爱情烧肉，这里面的鲜味，队长，哎呀呀，哎呀，来来，你好，啊，我们刘老师，啊，好，好，好，哎，我来，我给来，这天还没亮，这几点钟亮啊？这个？
这八点啊，走走走。呀，哇，这么分身，豪华套，豪华套。沙漠第一村二墩村，那这个村子它只做一件事，就是种葡萄、晒葡萄、阴干葡萄。那具体关于这个葡萄啊，其实周老师啥都不懂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敦煌，王牌导游啊，丁导、哎、啊、哎。大家好。那我们来，大家记得我啊。啊，来丁导说说这里的情况好吗？这个是目前就我们敦煌市最远的一个农村，二墩村。叫做沙漠第一村，它这个村庄上呢，主要是以种葡萄为主，有50多户居民。这个地方呢，它四周都是戈壁滩，中间一小块绿洲，所以这个地方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它的葡萄是我们全敦煌品质最好的一个葡萄生产基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葡萄呢，就是它是最次的一种，这种呢是 最差的一种啊，基本上就是说不是商品，就是产品。哦，那就是我们远处看到的那种料房啊，那种料房里面，他把上等的这个商品剪下来以后呢，用那个料房里面通风孔，全都经过长时间的风速给它阴干，啊，那种品质好，看起来颜色也是很自然的啊，浅蓝色带绿色的那一种。像这种你看，它晒干了它就是红红的，晒干就红红的。这葡萄干，如果大家以后买葡萄干，那是红的，甚至红的发黑的，那就是不好的。不好的。就是晒干的啊，阴干的，阴干的应该什么颜色？是浅黄色的。浅黄色。浅黄色。我们去看一下那个阴干的啊。哇，这个沙漠，戈壁，这应该是戈壁了。啊，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啊，今天。出不出阳关都有故人。胡杨树，胡杨3000年。首先它能活1000年，死了之后1000年不倒，倒了之后1000年不腐烂，所以这个胡杨啊也赋予了一种非常顽强的精神。跟今天一样的，海关你出去你要护照要签证，汉朝的时候也是发一个通关文件，就是就像现在的这个海关啊是一样的，就是关照这个词就这样来的嘛，就是多多关照。汉朝是通关出国，它不是在这里，它不是在这里，是在汉朝的时候是在玉门关，啊，是玉门关，这里是一个军事关隘，啊，军事关隘。明朝的时候呢，由于疆域缩小了嘛，就在嘉峪关，那两个关是属于今天的中国海关。
是赶在冬天来之前，天水开始一路啊过来，包括到敦煌啊，这次收获很大，有很多东西可以挖得深，整个一个活动会非常的厚实，从出发前啊到活动中到活动结束。然后当地的话，丁导这边全力配合啊，我们可以做出中国最好的丝路游学活动。正前方就是祁连山，我们夏天来的时候啊，我们同学们要站在这里啊，往下看一片绿洲，然后是正对着连绵的祁连山雪线，我现在能想象出来它是多么的壮观，所以这个制高点大家一定要站到，哎，这个位置啊，很棒。卢老师你好，你好，哎，好。我们每年的暑假都会到敦煌来游学，带着孩子。那么我今年呢就想，跟当地的朋友啊、政府啊、旅行社啊，想，有这样一个小学，我们来做点事儿，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哎，好。美术方面主要是国画还是？国画我们以前也学，就是现在就是宣纸、国画颜料或者是毛笔的，跟这些家长们每天不愿意支持。你像本子是写字的本子也挺美的，但是你妹和国画颜料他就他说这个可以不买，因为教学上面有问题吧？教学上如果这些东西有的话，教学上有问题啊，那种没问题。那个像我们美术老师都可以教。我们这个现在美术教室里面就画着，就挂着一些学生，我们做一些画像的这个国画，对。做一个相对具体的方案，啊，反正我的整体的思路我基本有了啊，就是帮助定西小学完成以国画美术应该讲美术教育为特色的这样一个举动，我们出一点绵薄之力。老师画的。老师已经做，以前老师。啊，这个也是以美术为主，很好啊。好，哎，你好，好，同学们好啊，我姓周，叫我周老师，好吧，请坐。谢谢。啊，还谢谢叔叔老师啊。这是咱们上海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老师。我姓周，我从上海来，主要是给大家上半个小时课，好不好？好。喜欢上课吗？喜欢。真话假话？真话。是吧？所以水它不能堵，水要疏导。大禹治水的成功就是疏导它，明白了吗？为什么？因为水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千变万化，能屈能伸。上善若水，水如何？水谦虚，
水执着，水无形。像水一样，做一个谦虚执着，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适应环境千变万化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对吧？这就是上善若水。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强大？什么？一个字。太好了。高窟牌坊是郭沫若先生题的字。那么莫高窟这三个字啊，窟就是石窟的意思，在这里凿窟造像。莫高这两个字啊，它有很多种理解。第一种呢，这个莫字呢，它是作为假借字同沙漠很莫啊，就是在沙漠的高处建这样的一个石窟。第二种呢是意会的理解，就是莫高就是莫就是没有。没有什么比这更高了，那什么东西的高啊？就是功德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在这样的沙漠当中凿窟造像的功德更高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叫做善莫大焉，这就是莫高窟。最著名的十七号窟，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这里偶然的打开了藏经洞，这当中有60000余件的佛经文物，包括一些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分别用汉文、古藏文、利特文、回鹘文，
记录的这么多的宝贝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去称呼它。然后呢，被来自于欧洲的啊，英国、法国，包括亚洲、日本，还包括俄罗斯的探险家，在王元禄手中，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定义叫骗购。这当中80%的文物现在散落在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那么王元禄这个人，说句实话，他也被骂了100多年，但是一个小人物他却做了一件大事情，他打开了这样的一个藏经洞，造就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这次周老师打前站很可惜，又见敦煌这个季节啊，它已经停演了，明年我们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在又见敦煌这个演出当中，我个人最最觉得精彩的部分就是现代的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跟王元禄之间的对话。上来第一句话就是王道士，我来看看你，今天我也来了。王元禄可以说被人骂了100多年，他当年发现了这个藏经洞，引发了一股西方人到敦煌来的探险的热潮，一箱一箱的文物经卷被带往世界各地。但是有一点，这些文物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比如说斯坦因带回去的这些，四个字评价，无一损毁。所以周老师的语文课当中啊，会讲到我们讲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可能我们会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评价他，但是一个历史人物的情怀，我们必须站在那个历史的当下。当年王元禄其实也是为了这批文物经卷走了很多地方，希望得到清政府的保护。最远他步行去往了武威，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慈禧太后写信，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视来保护这批文物。而后来这些探险家们用金钱买了这些文物经卷之后，王元禄拿了这些钱也全部用于整个敦煌的修缮。所以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